呢个就是招牌幸福 pancake 啦，等我试下佢先。佢切开咧系好软绵绵，好松化噶，你睇下。食落咧，佢系好松软，又唔会话一阵风咁样嘅。同埋咧，佢加埋嗰个蜂蜜牛油咧，少少甜，但系又唔会太腻咯。茶班戟啦，系呢个京都分店嘅特别蛋嚟嘅，咁净系限于京都分店先有嘅啫。咁我哋亦都知道外国人会对绿茶嘅产品会趋之若鹜，所以咧喺个香港开业嗰时候，我哋特登选取咗呢个产品。咁最特别就在于喺个烤盘嘅时间控制同埋呢个温度上面，我哋系特别严谨嘅。另外推荐奶茶 pancake， 奶茶酱是拎茶叶等其他配料熬煮，茶香特别浓郁。值得一赞的是北海道鲜忌廉，香滑细腻。餐厅亦都有供应咸 pancake， 全麦 pancake 相对上就较实，带有小麦香。餐厅为了应付排队的人潮，安排了拎票的方式，客人可以透过手机 apps 去查看轮候的情况。过了3个丑号就要重新排过了。